因为嘟嘟今天一点到三点要去教他那个幽冥的志愿嘛，要去学校教，所以我本来想说，那我们一点他教完之后，我们再去喝下午茶就好了。结果就我就会觉得，人家韩国真的政府扶持的很够力啊。然后在 Grace 也大力支持，因为台湾其实也有哎、欸，之前说要运动是或是想是挣钱，运动嘛，喜欢嘛。到了，鼓楼到了。